得身体不舒服，可是就事先准备好两三罐八宝粥有没有？然后倒到那种一般的塑胶袋里面去，然后就忽然同学要假装不舒服，旁边同学就举手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忽然身体不舒服，说他很想吐。”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要把塑胶袋拿出来给他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假装吐，然后假装吐完之后就把那一袋拿出来，老师他不小心吐了，老师他吐了，你看你看，然后其他附近的同学就要把自己的汤匙都拿出来，什么他吐了我也要吃，然后就开始挖那个汤匙，然后吃完之后再拿到前面去给老师，老师你要试一口，还蛮甜的这样。四个是四大附中，四个是同学同班的还是学长学弟？学长学弟，谁是学长？阿信，你们两个一样大，同班吗？差不多，同一届，同一届，同一届，差一岁。哎，你们学校是什么班级？是算数字的？对对，你是几班的？我七八，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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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八，你嘞？七七八，七七六，七七六，石头嘞？七八九。谁啊？哇，七八九，我数来宝啊，七八九，七八九。但是我有两个班号，七八九跟八一八。哦，为什么？中间私学流行。讲私学好听的，但他也有两个班号啊。我是私学。马莎呢？马莎几号？我七九六，七九六。我也两个班号，他也两个班号，七九六跟八一九。谁你七？那是八一五，八一五啊。不是你们这个是很流行，大家有两个就对，所以你训掉。哦，对啊，我收集比较少一点，两个比较猛。嗯，为了什么原因这样子喜欢附中喜欢成这个样子，不愿意难得进来就难得进来，就是校长喜欢我们。对，嗯，那石头跟马莎，你们是处于一个互相看不爽的状况吗？因为他那时候我们还高一的时候，一进社团啊，通常大家都会对学长，就是虽然没有什么学长学弟制，可是大家至少会尊敬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弹吉他自己练这样。可是他那时候还是学弟，进去没多久就知道怪兽会弹一首歌叫 Tears in Heaven， 然后他很喜欢，哎，怪兽你还帮我弹，我来唱，他就叫学长帮他伴奏。哦，你就非常不开心？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好拽哦，很讨厌这样子，很超过，对，又有点 over。那你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？扁他，在心里生气。我到后来都不知道他对我不爽啊。嗯，对啊，我是最近才知道的。啊，不会吧？你少来啊！因为我都很喜欢他，我说哦，你很喜欢装圣人，你跟他结婚算了，没关系，我都是烂人，你就好人，好，没关系。你们学校是不是学风蛮开放的？那要看跟什么学校比。对啊，对啊，就一般你们这种公立高中来讲。对，公立高中算是蛮开放的，课外活动就比较多，因为学校很鼓励。你们都同一个社团吗？吉他社，吉他社，都吉他社。嗯，你们没别的社团啊？石头有啊，九色一队。什么？九色一队啊？九色一队，九色团，一个游泳队，再加其他九个社团，很忙。就是兴趣比较多。那你什么时候才在？还好吧，就一个兴趣啊，不是学姐吗？学姐啊。哦，难怪叫九色一队，有酒有色嘛。你在学校的兴趣是学姐。不是，我兴趣很广泛。那你拔过几个学姐？一个啦，我不信，真的啦。对，因为兴趣跟真的有没有拔到还是两件事。哦，有发动攻击到成功，这是两件事。对对对，就是成功一次。对对对，失败十次，九百多次。九百。那最后成功的是在哪一个社团？摄影社。摄影社。对。所以说你对摄影也。我有研究，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相机的构造，对，你是喜欢学姐的构造吗？什么相机的构造？你每天都下去都看学姐？哦，学姐，没有，我喜欢把那个底片放进去的感觉，他喜欢放进去的感觉，底片呐。那时候是怪兽，他要毕业，嗯，然后哦对，所以你们三个还在学校。对，我们就来上课的时候放，但是又不要被教官跟这个老师抓到，然后所以我就把那个鞭炮带到屋顶去，嗯，但是那时候有偷抽烟，哦，然后就把那个引线啊是拉长，然后把那烟放着，是，然后就到教室里面去上课。哇塞，你好像情报员哦。然后烧到那边的时候就聪明，那个时候人已经全身而退了。没错，你们是放那个好像那过年那种连的那种，对，很长，对，很长一串，500多块，一两层楼高。所以说今天这个事实就是告诉大家，那一次是你们干的。没有，不用等到今天，不用等到，但本来以为完美不在场证明，下课一下课训导处就。
那个十几号同学到训导处来，他怎么知道？因为有坏事先找他就对了。对啊，对，不然也可以从他嘴巴里面逼一些东西。我觉得举个谁是风云人物？阿信，阿信在学校就是了。其实这几个家伙都是啊。他是那个什么，就是学生会的主席这样。哦呦，那风云人物了。对啊，高票当选，酒池肉林啊。最乖的是哪一个？最乖，你们觉得？你阿信，算了，怎么被质疑呢？自己最乖啊，然后被质疑，没有都没有，怪兽，怪兽应该功课最好，最乖，对啊，功课好，然后又没有留级这样子，对啊，学生会主席，对啊，那你后来考上哪一所大学？台大社会系，不要出学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他没有毕业。曾经在那边走过，我上的就很厉害，有参加大学联考就很棒。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，会跟我们一样去整老师吗？玛莎，玛莎，玛莎，玛莎胆子比较大。怎么样？拜观音也没有。那个太可怕，会送医院吧？我以前比较无聊，就是那种愚人节一定找一个女生班，就整班同学换过来嘛。对，这是其中一个，就整个对调这样，老师就会觉得自己走错教室。然后我们另外有玩过一个，就是同学身体不舒服。对，有同学身体不舒服，可是就事先准备好两三罐八宝粥，有没有？然后倒到那种一般的塑胶袋里面去。看得到。然后就忽然同学要假装不舒服，旁边同学就举手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他忽然身体不舒服，说他很想吐。”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要把塑胶袋拿出来给他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假装吐。然后假装吐完之后，就把那一袋拿出来。老师，他不小心吐了，吐完吐了，你看，你看。然后其他附近的同学就要把自己的汤匙都拿出来。什么？他吐了，我也要吃。然后就开始挖那个汤匙。然后吃完之后，再拿到前面去给老师。老师，你要试一口，还蛮甜的，这样。老师就当真了。老师当真啊，可是那个因为那个老师是有点年纪的那种男的老师这样子，然后反应比较慢一些，然后一看到说好，你们先吃，先坐下来，然后大家先上课。好冷静啊，好冷静。